大家好，吉嘎浪嘎古，啊，吉达冰嘎古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阿美与萌点团队，我是小谢，他是拉冰。今天报告一下我们的进度，然后这个我知道这一块做了很久，然后今天跟大家讲一下我最近就是这几个月都在处理什么东西。因为蔡老师的字典给我的是 Word 的，所以他大概长得像这样子。然后这边只有 A part， 就是从 A 到 Z。那感谢Johnny的帮忙，所以我可以把Word 经过转换之后变成 HTML， 这样比较好处理。然后接下来要处理的是，因为可以看到这个字里面，我们肉眼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词条，然后这是内容，但是我必须用程式把它整理成程式看得懂的资讯，所以整理出来大概会长像这样子。那我预期现在整理了 A part， 然后后面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其他问题，但是基本上目前可以做到就是把它拆开成词条和内容，把它分开。那下一步就可以把它转成萌点可以读的 format， 就是 JSON format。再来是我们这次把历年的报告影片都整理完了，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萌点的网站上面点那个 i， 它会点到关于我们，那里面会有一个影片的记录。那我们做了一个 YouTube list， 然后感谢每次 GNV 都会有帮忙录影，然后目前上面的录影总共有29支影片，对，非常感谢大家帮忙。然后这边也同时是我们历次报告的记录，从最早的Miyoski 在萌点松里面提案开始，对，到现在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阿美语原机法的部分。那因为我们那今天的话，我们大概整理的话，大概有三次影片。那我们还有，其实还有很多的那个法条需要大家认领。那请大家就是如果真的也可以的话，就是麻烦大家来认领一下，就是里面会有一些教学说明。你们可以那个看着那个教学影片，到时候只要认领好的话，我们就会把那个相关影片法条的那个声音跟影像来传给你们，还有对应的那法条的阿美语及中文，这样那你就可以看着它念。然后之后的话，我们会放到阿美语萌点的整个社群网站。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剪的影片，因为刚刚声音测试不 OK， 所以我就麦克风直接剪。Sagatu sapulo ilakulima atiren tu satamat di kaperengan halakat mi patiren ku sibo tu halakat mi samat mi pasang tu palat mi bincu-bincu di kaperengan palasa ayawin mi samat ku mi ka di angai kaperengan pala pahatama tu sakari hartai nu murid atau capung nu yensu-mincu. Oh， 那大概是这样。上次我在就是考山猪的时候有大概跟大家解释过怎么念，不过可能有些人没有听到，也许之后可以再来讲一次。对，那今天报告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阿赖。